个啊？你点同佢搞啊？八月啊，八月三十一号嘛，2024年啊嘛。九月十四号仲想约人添，仲想约多次添，然后跟住十月同我讲唔好离婚，我好爱你，做啦！你点样同人上床噶？等我睇下系咪真系特别爽？俾六嚿水就咁摁十分钟我。十四号约人约唔到，十五号翻嚟同我搞嘢，搞完嘢我十六号嚟 M。跟我讲我爱你，话唔好离婚。八月，2024年，八月三十一啊，个仔小一啦，升小一啦，九月一，仲有心情搞呢啲嘢嘅，原来，快做啦！我要知道你点样同人搞嘢啊！你唔好同我讲你知丑啊！俾我发现咗就同我讲话我知错，未发现之前呢，九月呢十四号仲想约人，你离唔离谱啲啊？吓，你仲系人嚟噶？做啦，我要睇你有几爽啊，吓、啊、条女有几好砌啊，吓、啊、俾六嚿水啊，话冇揸波冇奶链斋插，仲、啊、要得男上女下，冇、啊、其他动作冇其他姿势、啊。做啊，唔该。鸭寮街同旺角啊嘛，但我见识下咯。哎，唔争在啦，点样申请入去做噶？你咁中意鸭寮街嗰边深水埗嘛，成日帮公司买嘢嘛，就深水埗啦。有冇啲未够称噶？我带马女去啊，带把乱同癖啦。你自己都生女㗎，先生。有冇諗過将来你个女个老公咁样对佢，你会点呀？我叫你做啊。按啦，点样抬高人哋只脚啊？使唔使我叫阿女而家起身俾你示范？做啦，咁你。